阿里李嘉森自2020年同前男友分手之后，去年又传同52岁的虫草大王秘恋，他就急急澄清。近日有读者向我们报料，说见到他疑似同男友在兴井泽欧丽入面吃和牛，那个男人年约40岁。绯闻曝光之后，他今日终于打破沉默，在社交平台的限时动态晒出了一张有笑脸拉花的咖啡相，还写着说懂我的自然会懂。